没人玩这个船，你知道吗？但说实话，现在你扔个七级房还是挺好玩的，娱乐。啊，不是，那边的莫里斯最好的是他的弹道，你知道吗？弹道是哎，对，弹我当成日系在玩，有雷达的日系船贼嗨。他真的就是日系的弹道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比妙高少一发嘛。但是你有防空，你还有射速。啊、哦，没有，射速跟妙高一样，妙高是 14.5， 它是 14.3， 一样的，没有射速，射速优势不存在，炮塔转速那个是优势，上了史蒂文西格尔22秒。好了，这个房间要遭报应了。报应，大哥，这个两个大哥，对面亨利四世和大哥很猛啊。那个机智的吹雪，然后再加上那个二营长，这亨利四世和这个大河很猛。妈的，亨利四世他妈真的是。哎呦，亨利四伊阿华不是很怕亨利四世，为什么知道吧？你跟他拖远拖到18公里外，你扭啊！亨利四世那炮弹到18公里的时候，他妈跟德梅因一样的，跟德梅因15-16公里一样的，懂吗？打不中的。还是可以的，是你千万不要去卖剃头，就是你亚华千万不要去卖剃头对付那个亨利四世，否则的话耿直 boy 前面有个耿直的波斯的17公里给我打了一个发生器，我烟拉远一点啊，这边岛上加细云，我有点没看懂啊，那我们在岛上是吧，那就不往外了，没有你到时候烟散直接进岛，我可能来不及回来补烟的。我就是想往外圈拖的，船头朝上，我玩的船头朝上，往那边。这个烟散你们直接进岛，我只能说我尽量点鱼雷。这我直接给屁股算了。我是不是太坏了？可以。我上去卖波血啊。哎呦，莫斯科，这个就我直接给屁股了，我也不想其他的了。排几轮吧。所有战舰请对该目标提供掩护。不知道我能打到多少。20公里，一个核心。我就不在你们雷线上跑了。海王星应该有雷达，应该有水晶的。操，我疯了。我稍微往前摸一点，给你们点一下。哎，有烟起来了。就吓吓他。烟雾还有30秒。这把没什么人啊。操！没什么人就不管呗，我们赶紧往下去。我已经往下开了。好了，你们可以全速飙下面了，烟雾要散了，顺道帮我打个字，我没空。我打哪里？啊，你就说让他们赶紧出烟，那个烟雾要散了。我出烟就亮。我没亮。这么远让我打？哎呦，这边可不弱，你看到吧？哎呦，还有，这里我不能随便走啊！那我还转向了，这个地方不能。我再补一管烟吧，给你们分一下视野，这管烟就不能进了。哎，铁的有点低了。这羊毛头，操，有点猛。羊毛头怎么上来？我现在说我怎么转了？开启烟雾发生器，烟拉重了。我这头烟千万别进啊，分视野的。
烟雾装置。发现鱼雷，优先发现鱼雷。对面的西云，这个十二公里的大河，我不太想去抢点。小火雷安全。这个墙顶掉的血量太多了，我不抢顶。快洗大河了，你们先洗着。所有战舰，请对该目标集火射击。收到，正在支援的路上。到。大河的倒转了。集火指定目标。要说标显算了。这个我建议你们打一下莫斯科，莫斯科好像能亮到我们海王星了。哎，当我十六公里不想打了。哎，莫斯科好像怎么转身？我操！速度就是这么快。还好没上。对面等着我的，这票子人够硬件。大河点引 B 流的，这个能吊穿他。回哪儿？烟药没了，烟药没了。就是我在哪里？我在这边是当巡洋舰的。帮我，不是帮打个字儿，己方这几个队友等会儿全死了，我没空啊。现在亮着，我现在那个啥。发现鱼雷，三伯，麦当劳，鱼雷接近左舷。关闭烟雾装置。下面直接崩了。那没办法，我这边也放不了啊。你放哪边都是输。只能这边拼一把，你放哪边都输。要把波解了，当火射箭再说。他应该要甩四点。哎呀，没呀，打掉了。那非常好。转回去啊，大大。嗯，那你觉得我当时应该去下吗？没，不是，我告诉你的，做好准备，下路营。我这边还要把大河洗了，你这要顶上去。我该上了，扛大河一轮，我去点亮对面的西云。打不了。这个没有。请严重受损。亨利四世上来了。故障已排除。在黑枪呢？哎，
哎，加点速，可以。就打。不晓得。没目标了。你好像穿过去了。大哥，我没烟了，三管烟全拉这了。接亮了，哎呦，这兵很难受，我这兵打得很的，对面导风也上来了，八金魔回转，我的天，啊，一个大和一个巴尔的摩，好吧，啊，小宝，敌军已取得更多制海权，所有战舰请对该目标急火射击。被大河打的，敌军即将取得胜利。等我嘞，等我选择点。大河落死，击沉敌军弹舰。我外切，布雷过来了。左舷发现鱼雷。哎呀，他过来了，他你还不在，我他妈这把就斜一点。你们雷达有开过吗？摧毁！丫鬟，你那个回来了？怎么回来了？我
翻盘是吧？没能。现在被长亮了，但是我现在被长亮哦，我怎么转？转都转不了。我要被长亮了。感谢大水龟来送的666和优口送的666。优先发现鱼雷。哎，敌军驱逐舰被干掉了。我在等他犯错，然后我把大河撞掉。下去了一轮，我把大河撞掉。估计我要吃一轮大河喷的。就把大河撞掉了，你们现在那个什么去了？你们下面去，赶紧暂停！我跟你讲是有办法翻的。你把导播杀了，跟你上了。你别跟我上，你跟他们走，把下面点全部占回来。我没有办法呀，我怎么去？这个跟他们走，这边就一个导播。你不要跟我走。OK。敌军即将取得胜利。相信我，你抓火，我摆个角度让他打。还没死，看到吗？是交给你了。敌军驱逐舰被击沉，我没想到翻掉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战斗舰你无条件服从，相信我，保证不服，只要不是太敏。很简单，他们当时的绝对的压制我们的力量在哪里？不在那边的巴尔的摩、西平跟刀锋，在下面不断像就是像扫把一样在赶我们的那个亨利四世和大河。怎么办？简单，亨利四世这种船我自己有，我只要让你抵到12公里，我他妈的怎么扭都扭不掉了。我就等你犯错，我一直不开炮，你看到吧？我一直不开炮，等你犯错。他解释的时候我也补了一轮。对啊，他如果就说没被训爆，他也会把我打一轮狠的。